底层的温度，精英的视角。那、啊、我现在是在中国重庆，呃，这是一家民宿。啊、我们看一下这民宿老板，其实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。哎，这里还有一条蛇。哎，我们那条蛇呢？可以拿过来？拿、啊、过来，我们看一下。这个是一个牌子啊，啊，中国人民，哎，一看是中国人民银行，或者中国人民很行啊。Chinese people are very good。啊，这里还有条蛇啊，你看这条蛇。啊 这个房东放在这里，还有一只皮卡丘就不拿了，对吧？这时候放这里，然后背面是啊，重庆奇迹保护姑娘。这个房东是一个小姑娘，我听我同事说，我没看到。呃，我们这期聊什么呢？就是呃聊一下是这段时间的房地产的一些变化吧。那、呃、先说一下就是深圳的房价，然后相比其国内其他的地方啊仍然。 有最后一波上涨，那稍微分析一下，然后第二部分我们聊一下，就是，呃，是不是我们在考虑，我们国家也在考虑，呃，怎么料理房地产的后市？这个说的不好听，但其实，呃，最近有说这个降 LPR 啊、呃，这个实际上呢也是在降息的这么一个周期，它跟美联储呢是相反的一个状态来，美联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是不会再降息了，那这明显是逆转的一个来，那这可能也是在算处理。 啊、呃，后市，那还有一些呃朋友在处理房产，这个也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在考虑的啊、呃、这个事情。那我们先说，嗯，深圳的房价嘛，其实其他的地方就我知道的房价是在跌的，比如说西安，我之前拍了一集，那些声音爆了啊，就没有办法给大家播啊，做了两年多的节目，不能质量那么差。那西安的房价跌了多少呢？呃，我住的是曲江那一边。 啊，在啊，我听西安的朋友说，那边是富人区，那那边的房子户型都不错啊，这个平大平层，那南北通透的很多都是这样的房子，那大概降了啊百分之十几啊，就是今年的时间，就今年啊，那其他的城市呢，就我收到的消息，差不多都有接近这样的降幅，包括北京、上海，最近一年多啊，仍然是这样的降幅，当然很多朋友还是。 还是冷，还还是那个啥呀？我就我觉得没降呀、啊，呃，确实一手房是没有太大的变动，因为我们前面说起一手房是政府比价格比较管控，之前涨价就被压着，所以有什么茶水费啊什么的，但现在基本上茶水费就没有了，很多地方是没有了，甚至很多地方一手房也在降价，导致呃，比如二期、三期的，那一期的房东就去闹，最近这两个月啊、呃、出现了房闹，一般来讲房闹出现了。 都是跌幅超过百分之十，一定是超过百分之十。一般来讲是超过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。你想一下，如果十万块钱都不到，你有必要去闹吗？因为很多地方啊、呃，降个百分之十不到的话，也就是十一二十万块钱。一般来讲是搞到三四十万块钱了啊，就大家忍不住，然后才会啊、呃、这样去闹。那这是其他城市的情况啊，基本上都在降价。那重庆呃深圳的情况是什么样的？ 深圳，呃，现在很多地方啊、呃，也还在有一定幅度的上涨。这里呢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把这个豪宅的这个区域啊，有一个调整。 那深圳为什么就能特别一点呢？我觉得两个简单的分析，一个是呃珠江三角洲，我们前面说的一直以来是三足鼎立的一个情况，香港、深圳跟广州力量略有变化。香港之前一直是排头兵，但现现在深圳的这个 GDP，包括特别是远期的这个预期啊，啊在正在不停的提升，特别是香港最近爆发了这么一系列的事件，美国这两天又发了一个人权民主法案。 这个参议院、众议院都过了，人家等着总统批。那这一些事、一系列的事件事件呢，将会影响香港的呃，更加影响香港这边的信心。那这个所谓三国鼎立的这种情况是不能够长久的。就我们人最最稳定的方式，还是领头羊就是一枝独秀，啊、呃，这个然后后面啊、呃、一超多强，这个是最稳定的。 所以现在深圳的话，应该说说，呃，彻底的把广州压下去了。在远期啊、呃，现在这个时间点、呃，上面应该说要把香港压下去，这个也是呃一个原因是，呃，对对于这个深圳的房价。还有第二个原因，就是刚才所提到了这个问题，就是深圳这个地方，呃，就是刚刚这个把这个标准降下来，就是豪宅这个标准下降，其实有一定的原因，因为我觉得国内有所谓的权贵的这种叫法嘛。 那权贵的话，我觉得他们也是不一样的类别。比如说，待在北京，跟在上海的，啊、呃，跟在深圳的不是一样的。在深圳肯定也有一些权贵，比如说早期通过各种啊、呃、买办啊，啊、呃、这种啊、呃、权力的掮客啊，这这些可能啊、呃、都能够发财，但是会不一样。有一些人留在继续留在了北京，可能继续，比如说有一位呃这个某位在美国的这个富豪是吧，就一直在这边耕耕耘。 但是我相信，可能很早以前，比如说零几年的时候，有一些人挣了一些钱，觉得也差不多了，就离开了传统的北京、上海这样的体制圈，特别是北京这一带。那他可能更加来到更喜欢深圳这种地方了。那他来的时候，可能呢，一买就是，啊、呃，几个亿啊，可能是十几年前的几个亿。那他们的话，嗯、呃，是。 这个市场的主力军啊，就像股票里面的大户一样，他们对市场具有巨大的影响。那么之前这个豪宅的呃价格定的比较高啊、呃，这呃定的比较低，豪宅的门槛定的低，这一次一下拉高了之后就可以呃免去很多的税收，那这样对于深圳房房子也有一个依托衬托。而北京上海本身呢，我们说啊，就刚才提到的这个传统的权会层，它还留在这个区域的话，实际上。 受到了压力会更大，相比深圳，因为它你离开了传统的这种权贵阶层之后，你会更加的像资本家啊，比较纯粹一点的，稍微纯粹一点的资本家方向上去走，所以呃，北北京、上海这边的话，它留在这里可能呢就是受到这个呃整个预期的影响啊、呃、更大，就下降的压力更大，啊，那这是深圳房价我觉得的这个原因啊，呃。 第二部分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国内的 LPR 这个东西啊。其实我们可以粗糙的理解，它其实就是我们中国的呃这个叫什么呢？呃，基准利率了，以前的基准利率。那这种降息行为，就我们刚刚说，呃，美联储它之前啊、呃，降了三次息，但是中国基本上利息是一点都没动。降准呢，实际上从今年四月一号以来，大半年也没有动过。那么 呃，这是一波反向操作。好了，那现在美联储说了我不再降息了，那中国又开始一波反向操作。这里的话，我们啊、呃，再回到一些我们之前的分析，就是美联储降息，它应该是为了维护美股。我们看到苹果公司，包括道琼斯啊，道琼斯来到两万八千点啊，苹果在一万一千多亿美金。 那这种不停推高的价格，美国肯定也担心。就像我们刚才说，的，中国房子，你得把一手房的价格给控住呀。你哪怕去收茶水费，那至少这个数据的话，啊、呃，不要涨涨得太难看，免得以后跌得也太难看，是吧？那这个波峰被消掉之后，就不会就显得比较平缓，这个数据。那我相信美国也是这样想的，不能够让这个股市继续就那么涨下去。那这个稍微放缓了一下，只要你不下跌。 我觉得他们就是比较满意的状态啊，不要出现，不要先于中国出现危机。好，那美股在不断创新高的时候啊，我们说的对标的可以对标的中国房地产价格，我刚才说的已经有大多数城市啊的二手房都跌去了百分之十，而且就是在今年以来啊，去年还是在阴跌，而且人民币还是在下跌的这么一个情况，整体下跌的情况。所以这么看来的话呢？ 啊，国内就发现啊，不能够说，呃、哎，美国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所以这个降息啊，我觉得就要处理什么后事呢？就是把这个房价呀，至少你不要有那么强的跌的预期，因为这已经大半年没放没降准了呀，降息也没有呀，那咋办呢？那赶紧这个预期的调一下，那这样的话让很多的呃从市场上事实上得到的资金更加便宜，啊、呃，将来也会降准，也会市场上资金也会更多。那还有一方面呢，就是啊。呃 不能够啊，一口气以人民币计价的方式跌去百分之二十，否则的话会影响很大程度上的就业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房地产它的，呃产业链非常长啊，比汽车工业还要长。那、啊、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，比如地方债务的问题，很多地方政府现在非常的缺钱啊，这个债务问题，地价在不停的创新低，那这个地方政府的税收是基层稳定的一种关键方式，所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。 也是要啊，大大的去嗯稳定它，那否则的话，跌去百分之二十，这个失业潮可能就会来。所以这个就是放在全球范围内看，这个是啊、呃，比如我们看到伊朗啊，这是一个地区性大国，我们说的，包括像智利啊，像阿根廷的这个也出现了一些问题，那包括像香港地区啊，很多地方啊，这个呃都出现了一些问题。 那未来呢？我相信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啊出现这样的问题。比如说，呃，最近我看到南美，呃，这个南亚这边，你像孟加拉国呀这些很多国家，南亚这些国家，它的呃洋葱的价格也在大幅度的上涨。那国内的其实猪肉价格前一段时间涨得很凶，现在回落一点。那这些呢都是潜在的呃因素，就是一定要谁不能先乱，一乱了你就被别人吃，因为乱了之后你就没有。 谈判的条件了，啊，不管是谁路过啊，都可以跟你以很便宜的价格啊，跟你交换很多核心的资产。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九十年代啊，这个一火车皮可以换一架飞机，一火车皮的这种很便宜的这种水瓶啊，什么可以换一换一辆核心的资产，一架飞机这种东西啊。包括乌克兰，其实，在很长时间里面也在贱卖它的资产给中国，特别是军力方面的。 那这个呢，其实是中国是占了蛮多的这个便宜的啊。这个就是你一旦乱了虚了，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所以这个百分之二十，我觉得这个 LPR 这个降息是很明显，跟美联储逆反操作，然后也是料理这个这次跌幅的这个后市啊。那我们总结一下，就是我们刚开始说了，深圳嗯这边房价相比其他地方啊一枝独秀，没有出现呃、啊、项目现象下跌，甚至是啊二手房有一些还敢加价。 啊，这种比较特殊极端的情况，嗯嗯，对比非常的鲜明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也说，这个深圳确实是就变成世界第一城市、啊，还是这个有那个张五常啊那个经济学家说的啊，宇宙第一城市。那这个趋势未来会应该会得到一个加强，珠三角的这个龙头的角色。那我们之前也提到过，深圳多次拯救了中国啊，这个中国缺外汇储备啊，中国缺技术。 中国缺效率啊！中国需要打破思想的这个呃枷锁的时候，都是深圳一马当先、三四次。那这一次香港爆发这个事情呢，其实呃有一部分呢啊、呃、有一部分问题啊、呃，确实呃当然可能大部分还是国呃国与国之间大国之间的博弈这个，但是有一部分确实是中国，比如说啊、呃、发展遇到一些问题，是不是这个？ 西化包括这些东西能不能有自己的办法啊？深圳是不是也有他自己的方案呢？是吧？他能再救一次中国吗？啊，这个我们要考虑一下，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能力，就是一套呃中国自己呃比较独特的方案。那、呃、因为是这样，不管是说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吧，啊、呃，能够持续发展，能够让这个生活啊、呃、持续变好啊，我说的是持续稳定啊，啊变好。但也许西方可能是一条不错的路子，但不知道中国会怎么样。 那深圳是不是有他自己的解决方案呢？然后我们不知道啊。那然后我们第二部分说到了 LPR 的问题，跟美国反向操作的问题，然后也提到了中国其实应该要保证自己内部啊先不出现大的问题，不大乱。但这里也有一个大的，我们看这次降息的幅度其实非常的小，而且也没有配合降准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这个还是稍微在压着房地产，呃。 他我觉得不是说真的想压把房地产压得太狠，这里因因为这里突然间冒出了一个猪肉的问题出来，所以猪肉问题把这个通胀的预期给拉的很强，拉的很高，所以这个时候投鼠忌器，你要想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房地产，这个空间就更小了。你想如果这一次它同时是呃降息加降准的话，那国内可能食品价格。 呃，这段时间的稳定可能又付之一炬了，那可能又要重新迎来一个上涨，那这就不是很好的一个预期。那呃，加上如果像伊朗这这方面啊、呃，我们看到也出了问题，那如果油价被拉高，那、呃、那问题是会比较严重的。所以，呃，这个反向操作啊比较明显。好的，那我们这期就聊到这里啊、呃。重庆我们还会拍很多期的节目啊、呃，会也会在外面看一看什么的。好的，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